我之前皮肤没有问题，很好的皮肤，不过年纪老了就慢慢会松懈了。我是听过 Christina 介绍的，她讲自己有进了一个很先进很 modern 的机器，又弄到我更年轻更漂亮。最重要我的问题是年纪嘛，年纪地形细粒细松懈，所以我希望更年轻更漂亮，那么才有信心。刚才我是做那个提神 HIFU treatment，过程啊，感觉到很奥妙咯，因为通常你要提升要很长的时间啊。通常我的印象是动墙动倒，这个是我感觉到最快、最 modern、最有效率的。在做的过程中，他们的手艺非常的好，我感觉到纷纷的碎了，因为这种是。很受欢迎的，因为更年轻，可以年轻五六年。因为大力的推荐，因为我都希望大家一起漂亮嘛，只有我漂亮，都一朵花开不是春。